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智慧法师，香港佛教联合会秘书长兼两校校监演慈法师，各位法师、董事、校董、有校校长、嘉宾、家长、校友、老师和学生，大家好。我谨代表佛教黄凤玲中学和佛教黄卓钦小学全体的原生，多谢大家今天上面莅临。在今天的盛会里面，正是因为你们的出现，令到我们多了光彩。但是今天如果有任何不周的地方，亦都期望大家多多包涵。讲到两间学校，我们以名字显卑作为校训，未来的日子我们更加会以优化学习、弘扬佛法作为我们的目标，期望携手合作继续努力，令到两间学校正如刚才我们的校友所说，是带到一个新的里程碑。我在一个聚会里面跟谭广廉先生，我们的校友聊天的时候，我知道他是第二届我们的毕业生，他对学校的紧张、对学校的期望令我深深感受到。在另一次的聚会里面，我们请到我们的校友前父母处处长黄徐玉娟太平绅士 SBS 来到学校里面，跟我们同学去分享他对学校的感情、对学校的期望也很大。在这里我期望我们的师生继续努力，让两所学校办得更好。今天的活动能够顺利举行，实在有赖各位老师、我们的学生、我们的工友、我们的职员他们的用心，更重要就是有大家的出席。藉此我希望在这里由衷地向大家说声谢谢。